杨妮，你是什么星座的？摩羯啊，山羊座。但是你的眼睛是双鱼座的。为什么？鱼尾纹好多。就在火锅里面。哎，你好，妹妹，帅是没有啦，我好笑是有。哎，来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哦、这里，来，全部都送哦。因为你很帅啊，这里就送给你啊。我顶多很怪而已，没有很帅。啊，这下面一样。石木鱼，石木鱼有歌，你知道吗？我心内三百个鱼，石木的鱼。石木。那我白酒。带老婆出来哈、哦。这老婆。谢啦。我没吃遐歹。这不是老婆，这老太婆。对做菜这件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呢？因为从小就是个童子军哦，但是以前我全部负责的是团康，我很少去碰厨房那一块。但是今天我觉得应该是要聊下去的时候了啊，要不然在家里当老爷当久了，会用咸。但我们买了很多东西。还有西瓜，我要找东西来切西瓜。还有玉米，哎，我们没有买那个，买那个铝箔纸。那是干嘛？钱在你身上，你该买的都不买，所以跟一个真的老人在一起，你会有很多。你要发掉，你再讲一遍，我没听懂。就是那个玉米，它不是有玉米有穿衣服啊？玉米不能穿裤子吗？只能穿衣服吗？这一段没有你妈妈的评价好不好？要编。所以我们没有刀子吗？有没有刀子？我们有没有刀子？我看一下。我们有刀子口。但是只有豆腐心。有刀子，有刀子，有刀子。那里面没有厨房吗？里面是有啦。对啊，那我干嘛不拿去里面加热到一个程度再不行吗？啊？那里面有厨房吗？这样就是显得我们的斗志不够坚强。好吧，那不要。那为什么不在台北叫便当就好？哈哈哈哈哈！再来。而且待会吃不完这个鱿鱼，全部可以放在锅里面，它会变成发泡出来，会更好吃。可是那个这样子普林会很高哦，你如果通通煮在汤里面。荒郊野外还在思考普林，我告诉你，我有带药。前一阵子我有看到一个视频，他们就在描述，当年有一群学生去爬山了，已经离那个救难小屋已经很近了，但他们觉得他们过不了。对，他想说他过不去。对，所有人都在半路上，七八个同学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。那我们是四个人出来，回去有八个人。哇，对，你跟了四个呢、欸，没有啦，我是说我们的信念繁殖，让我们有更多力量回家，对不对？要我觉得喜欢信念，你的力量会变成一个人，听起来很恐怖。啊，你再叫文文给你脑给你顶顶哎，像你是像，我是花甲之年驾青春，我是春风少年郑得意，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。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。有，记得哦，赶快按这里哦。